我家己上花啊！我真正家己上花啊！好好，拜拜。我今嘛是祖孙上花一份子，证明哦，我做会到。查某人买让祖孙。刚刚你跟会长谈条件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很有把握。我哪有？只是今仔日上花需要这个美国客户，我那是无把握，唔知影什么时阵阁有这么好的机会。好佳哉！天公伯有看到我就认真拍拼。是啊，一路走来，我很清楚你有多努力、多认真。恭喜你成功了！我真正成功啊！啊对啦，啊你什么时阵跟美国人联络啊？就永辉运动会那天，我请金香帮忙跟那外国人介绍我们造船厂，还以为金香是你，对我们计划也非常满意。只是我不确定能不能成功接到这笔订单，所以一直没跟你说。你真正。你真正是让我就喜出望外，刮目相看，真正就真正就厉害啦！你今天一直说成语，是不是读了永慧给你那本成语故事啊？好厉害呢！我那是不是看起来就学问啊？我够学足济哦。一望无际，一目了然，双双对对，三人成虎，事事如意。五福临门。对，等等等等，安总，我有讲唔对？也不是不对，只是每句成语它的含义不一样。就像喜出望外跟喜上眉梢都是开心的意思，但是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。偶然说几句还可以，但是你这样子全部讲在一起，挺怪的。哦，我俩这人加讲几句，安尼看起来就合文的。阿公行李嘛，较有机会啊！行，咱今日庆祝。哎呦！你足讨厌呢，甲人惊到心脏皮薄菜。真的哦？唔相信哦？无，你来望看卖。哦。快点呀！快点呀！我无等你啦，赶紧，你紧闭起来啦！我再传牌，传出去哦！我再带你出来啦！哦，我好啊，干哪，叫你小心啊！哎，无你是臭女人哦。我跟你讲哦，你敢知影我拄才看到啥？我看到迄红绿灯哦，甲迄外省啊，伫个街仔路安尼，嗯，南来南去有讲有笑哦，实在够袂见笑的啦。家伙真正是够衰啦，目睭够喇叭，再叫迄红绿灯还袂去，哎呦！我拄则是头壳歹去啊！哟，阿英明明就是入来整理房间尔，啊，我著坦白讲就好啊！你叫伊去闭起来，要创啥啦？啊，即摆若是洪水某的吼，看到阿英伫房间内底吼，一定会去怀疑我是变那个鬼花的。曹家英，曹家英，黄小姐，黄小姐，啊，你去他们要创啥啦？赶快紧走啦！你骂我，去个鬼巴倒火哦，要甲厝烧起来啊啦！我问你啊，啊你戆心戆心，我拄仔讲啥，你有听到无？我迄个，阮某咧讲话，我当然是有在听。我拄仔讲啥？你著讲，你讲，陆先生甲迄个李先生啦。你奇怪呢？你最近哪呢啊？啊，讲话你也无咧听，啊做啥物代志拢戆神戆神。问你伫咧外口做啥物大事业，你著讲有提钱当下就好。你是毋是真正亲像阿母讲安尼，伫咧外口有查某？你上好甲我讲清楚哦。无，你先来，你看一遍。
迄有什么物件？没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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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水某，我这两下咧，目睭皮唔知哪是哪，一直跳一直跳吼，心肝头皮破菜呢，敢会是恁关关伫咧学校去予人欺负，受着委屈啊？阿元，恁是不是甲敲一个电话去学校问看卖下咧？哈？无啦，不啥物件，无啦，没啦，无啥物件啦。啊，即马是要安怎啊？我目睭吼去阴着风飞沙，会看安那足点的，你甲我分一下，你甲我分。哎呦，你死啊！哎呦，无啦，死！大头给你啊，大头给你啊，大头给你，拜托你救我！二头给你，伊要赶我出去，所以我才拜托大头给我米伫个食。伊若是唔肯甲我斗相共，我就只好去跳海啊！我安尼拄只咧想办法咯，你安尼甲阿英安尼找素材藏起来，煞你误会讲安尼，我甲伊有做对不起你的代志，真正是有够冤枉的呢。小娇，你做出心虚啊？阿哥你啊，你当阵毋是真嚣掰啊？佮骂我无家教，我凭啥物救你啊？无啦，大头鸡娘，迄拢是二头鸡娘教我的啊。我只是一个下骹手人，伊叫我安怎做，我都爱安怎做啊。是的啦，我甲你回信的，我求你原谅我，做牛做马我都甘愿，求你原谅我好无？是袂？你看阿英安尼足可怜的，是不是出手甲斗相共啦？啊？好啦。你先讲看卖，是安怎乌龙生要甲你讲出去？我才考虑是毋是要救你。多谢大头鸡娘，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看到迄个外省的，伊送二头鸡娘回来，所以伊才想要赶我出去。你是讲，因两个真正偷偷咧约会哦？我唔知影是毋是约会啦，啊，毋过就是因为这件代志，二头家娘一直想要甲我为难，啊，头家妈，啊，佮有大头家，拢对我足好足听话的，毋过我是二头家娘请来啊，伊若是坚持讲要赶我走，头家妈佮大头家嘛无法度啊，所以只有你会当甲我斗相共啊，大头家娘。我一直拢知影，其实你才是娶家真正的女主人。算你目睭好啦，知影我才是娶家真正的女主人。迄当然的啊，大头家娘，你的气质比二头家娘好太济啊。好啦，哎，我甲你斗相共会用的。啊，不过吼，你都爱甲王先定掉的啦。以后王老生若是做什么代志，你就爱甲我回来报告。你敢做会到？是，我做会到。多谢大头家娘。嗯，我你先甲你知影讲，我听看麦。好。这个阿英到底是甲阿华来讲啥？应该是白条工乌工给我跳人哦。想想对对。春梦未。